大周境内探查完毕了，这太好了。那弟子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去两界岛和黑沙洞天帮忙了？当然可以，不过你帮他们解除如此大的祸患，想要什么好处？好处？我都听秦武说了，之前只有白玉王擅长探查地底的时候，黑沙洞天可没少跟我们提要求，这一次必须让他们也出出血。你要是不知道要什么，袁初山可以帮你提。弟子明白，两界岛就请袁初山帮我决定吧。至于黑沙洞天，我希望他们能够放我母亲白念云自由，让母亲早日与我们团聚。这个要求不难，我有法子让他们乖乖同意，但不是现在。为什么？妖族现在虎视眈眈，你娘身为太阴殿圣女，突然跟你们生活在一起，必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，你的身份也会有暴露的风险。是弟子考虑不周了。你想早日见到母亲没有错，虽然现在不行，但我保证不会超过十年，十年后定会让你们一家团聚。是。能见证新一代强大神魔的诞生，我李冠纵死也无憾了。这阴阳镜可是我两界岛的圣物，再贵重的我们也拿不出了。三大传承的关键宝物化龙池换神秘神魔援助，这买卖够划算了吧？成交。所以那个神秘神魔是谁？秘密。斩妖，开始吧。斩妖，你怎么了？杀！杀！杀！轩辕盘！好险！要是没有轩辕盘，我就被斩妖迷惑了。杀的妖王越多，斩妖吸收的怨气就越多，也会越厉害。是时候好好研究一下他了。可恶！当初我等被逼来到这人族世界，如今却只能逃窜，还放我们回妖界呀、啊？别想了，你就已经下令，赶回去就是个死。往海里逃！快跑！袁初山来信说，妖王逃到海域了，怪不得最近地底的妖王越来越少。那这是好事啊。在地上的妖王少了的确是好事，只不过好啦，这么多年妖族还是第一次把大量妖王撤到海域，这说明你给妖族带去了很大打击，不要心烦啦。你说的对，我没有时间纠结这些，必须尽快达到地血境，彻底消灭妖族。千曲，一年之期已到，你怎么还没去人族世界？回帝君，属下刚刚完成夺舍，但是要找到那名神秘神魔，属下至少需要五年恢复到五重天境界才能。少废话，这瓶元灵血气给你。啊，谢帝君，有了这个，两年之内属下一定找到您要的那个神魔。尽快动身。是。可恶，断了我这么多年的修行，就是为了找个神魔。不过人族山高皇帝远，谁是最后的赢家还说不定呢。阿川，你回来啦。我可以隐藏了气息，你怎么看到我的？我现在元神境界已经到第三层了，你离这么近，我当然察觉得到。那你岂不是要突破了？哎呀，先吃完饭再说。尊者，弟子想用功劳兑换一些突破所需的宝物。你之前不是说不需要？
怎么又想换了？是七月需要，他三天后就要突破蜂王神魔了。什么？太好了，七月可是凤凰神体，蜂王后若是使用凤凰涅槃，实力可直接达到造化境。这真是我元初山的大喜事啊！三天后我会分身代替七月镇守江州，防止妖族骚扰。快去换宝物吧！又多了一个蜂王神魔，人族又多了一份希望。参见尊者。七月呢？七月已经在静室里了，我们可以在外面守着。七月虽然经过几次凤凰涅槃损失了一些生命力，但你准备的那些宝物应该可以弥补，此举一定会成功的。是无间领域，七月成功了，太好了。阿川，七月，你以后不用凤凰涅槃也能应对大部分危机了。是啊是啊。七月谢过尊者。客气。为了不暴露我方的实力，元初山已经决定之后的新晋蜂王神魔一律不公开身份，这样的话也更方便你们行动。是。对了，这是给蜂王神魔的宝物。哇，这套帝君级神兵是一个拥有凤凰血脉的域外强者使用过的。帝君级神兵，以后元初山就要靠你们了。恭送尊者。来看看香囊。最近妖族很少来攻打，我们也好久没出来闲逛了。是啊。阿川快看，这里的桃花好漂亮。好美。阿川快来啊。如今我的元神已经到了第五层境界，可以开始肉身低血境的修炼了。通过内视，我可以看到更深的层次了。这是无间之源。无间境修炼就是让无间之源不断缩小的过程，这样真元才能更加精纯。我现在要做的是让每颗粒子都能承载完整的记忆烙印。天地法域，我突破了。如今我就是被轰的只剩一颗粒子，也能恢复完整肉身。不灭神甲也可以直接凝练出衣袍了。试试雷磁领域。范围扩大到了十里，威力也强化了。现在任意一处都能滋生出闪电，并且每一道都很强。若是在这领域内使用血刃盘。血刃盘的速度足足快了六倍，已经可以媲美造化境尊者了。再试试这招，天怒。